跟我一样都受到国民党很严重的一个扭曲。你知道雾社事件，你恐怕也知道交八年事件，因为那都是所谓台湾人抗日。国民党告诉我们台湾人抗日，或者日本人杀台湾人，但是对于日本人在台湾的各种建设，甚至超过国民党在内地的建设，国民党矢口不谈。一直到现在，马英九在上个礼拜的那个亚洲周刊里头，在龙应台基金会的演讲，还刻意漏掉日本人对台湾的一些相关建设。其实我只能说，我们只是在还原历史，我们不要去刻意去说啊，日本人统治台湾有多好。但是我只能说，国民党没有他自己所想的，或者是所形容的，说蒋介石是一个神，他是一个对台湾完全一切不屑无懈可击的一个神。我们今天只是想说，蒋介石只是一个人，他会犯错。来，周小姐还有没有补充？郑大哥，谢谢你让我还有一个机会，我想讲一点点就好了。好好好。我真的很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发挥你们最大的功能。嗯嗯嗯。对，虽然之前可能有一些事件，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为台湾带来一些很正面的东西。嗯嗯嗯嗯。然后还有，对不起，历史这种东西呢，它是一个时代性的意义。其实不是过了20年、40年，我觉得历史这样的东西，从自古以来，大概要100-200年以后才能来公过论定，不是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哈。然后很谢谢你，然后给我这个机会，也谢谢你，写了一些好书，因为我都有买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周小姐哈。但是我还是非常肯定你的理性哈。来，南投的林先生，林先你好，林先。林先生，你好，主持人，各位来宾大家好，你好，我南投姓林啦，是，有关于这个中正长日改名，这是正确的啦，因为那是独裁甲迄类，咱像帝制的时阵的产物，你知？因安尼用，譬如你讲的，这蒋介石甲蒋经国后过35号、36号，你啊要安怎？你要去学一个3中3西？恁家去财团法人，恁去甲排拢无要紧。但你国家，你一个迄类是咱中正堂啊，三万是不能开讲安尼用遐大啦。迄个是真正个，啊，即卖就是安尼。因为会使国共论坛啥去啊？你国民党你稍过中国迄边，啊，恁要安怎去发展拢会使？你台湾就是爱有一个台湾意识。咱是台湾者，就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人类。在共同在努力，唔只对，啊，面开啊，咧哦，像迄个一个讲啊，你干那创啥？这无破体就唔免，啊，无破体唔免，恁就唔免去遐咧反对，对无？都用用解决就好啊。是。啊，干那讲经济啊啥，咁无咧做，伊咁过去马仔拢卖卖啊，卖创啥拢卖。哦，所以有阵唔好讲批评，就批评个遐济啦。是林先生，感谢你吼。后来新庄苏先生，苏先六，苏先。哎，洪仪。哎，苏先六。六嘿。我讲中正堂要改名，讲诶《维华初报》嘿，对唔？中正堂无啥物遐高尚啦，对唔？是。因为前时代，较早做伊来，较早阮老母本来咧讲话，来咧讲着有些政治诶代志，阮老母都嘛，死啦，无讲啦，不过明仔载就袂，讲哪有遐可能？对唔？是，这是较早真正有影啊，佮。啊！迄阵起来哦，过来台北哦，哇！啊，佫比下港佫较严重咧。在台北哦，迄阵咱咧头毛留较长的哦，警察掠要拍要迄落咧。哇！迄实在比即阵啊，佫有够恐怖侪咧。对。虽然讲即摆咱台湾人咧执政，下咱即摆台湾新闻官还佫惊惊咧。所以这个事情很有感触吼，啊，佫惊惊啦吼，还是有阴影吼。我佫重复一遍吼，我有一天啊，拄我看到一个新闻，其实迄新闻是敢若公共电视还是台视，结果陈生啊在接受记者访问，陈生讲是安怎，逐天都爱拼经济，吼，安尼是安怎，逐天都爱拼政治，啊，敢袂使大家来做些啥？拼音乐，拼娱乐，拼文化，吼，拼旅行，拼乐趣。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哎，就是人生本来就很多元嘛。在拼政治的时候，也有拼经济，也有拼娱乐，也有拼文化，不就这样？这就是人生吗？可是台湾不就正在这样走呢？台湾是有请全国之力在拼一件事情吗？拼什么？拼政治吗？也不是这样了。就是讲吼，因为全国瞩目的焦点，所以你会感觉上是这样了吼。安尼后，可是呢，如果越护蒋，或者是越偏中国，为什么台湾的意识对36%7年来变68%？为什么？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，先休息进广告。